咧係派成績表嘅時間。首先咧就是、我要派全級第一二三四五名列前茅，成為學校頂尖。第三，好多家長嘅子女冇計，小朋友每個團員先後入校，就算考第一，亦都百般滋味。全班最叻係邊個同學啊？由三年级开始咧，我都系考第一嘅。期中考咧就有几次唔系考到第一，但系咧全年咧都系考到第一嘅。开心嘅事可以令到父母啦，同埋自己咧，亦都会觉得自己即系好啊。同埋同学咧，有阵时都羡慕我咁样咯。啲同学认为系好叻噶嘛，咁系好开心。有得亦有失。考第一嘅超然地位，往往成为建立友谊嘅阻力。有阵时候啲同学咧会觉得，你考第一有阵时就唔同你玩啦，有阵时会一班人点样玩埋一齐，但有阵时就唔同我玩啦。我有两个二年级开始至到而家嘅好朋友啦，佢哋嘅成绩咧通常就喺15至20名之内嘅，咁佢哋咧就好中意玩游戏机啦，即系唱卡啦 OK 嗰啲，咁我咧就中意睇书啦，我所以就好少一齐玩，同第二同埋第三名嗰啲同学咧唔系太熟，都唔会成日倾偈啦。第二个最叻系边个啊？陈启啊！為什麼他第二個最厲害啊？成日做第二個感受是怎樣？沒什麼是因為事實是沒有他那麼厲害。那第一二段是寫什麼的他知道的他錯。第一面對一種心理壓力就是怕輸，因為怕人笑、怕冇面、怕令人失望。上堂嗰時，如果舉手，咁因為我哋有啲同學咧，如果講錯咗咧，就會笑或者嘘你咁樣，覺得你咁叻都唔識讀，你都唔係好叻咧咁。同埋我驚讀錯答案，咁有陣時都唔會太敢舉手。如果聽日有測驗同埋考試啦，咁我今日咧就咩都唔理住，就去温咗功課先。咁温到即係温到熟之後咧，就去食飯。咁有陣時食下飯咧，又會諗下啲題目啊，即係自己俾啲問題喺個心度，自己俾啲問題俾自己答。咁如果自己答唔出咧，就即刻即係睇下本書又點樣答法咯。同埋因為瞓咗覺啦，咁咧就驚自己尋晚温嗰啲書咧就唔記得咗。咁有陣時可能會5點零鐘起身睇下温下啲重點啊咁樣咯，驚自己唔記得。考試之前咧就要温習啦，驚唔識啦。咁考完試之後咧，又擔心派卷喎。咁派完卷之後咧，就擔心下名次啊。有陣時做下功課，咁又會諗下考第幾咧。有陣時無端端有個計數機出嚟計下自己幾多分啊。自從三年級開始咧考第一之後咧，就成日都好驚，一鬆懈咗少少又會俾人哋追到咯。有陣時覺得自己不如唔好考第一好過啦，咁樣咁擔心人哋啲同，即係人哋見到人哋啲同學，見到人哋啲同學咧考完試好開心咁可以玩啦，但係自己咧就控制唔到自己，又成日喺度擔心，玩玩下都諗下咁樣，即係覺得自己好慘啊咁樣咯，但又唔即係控制唔到自己咯。咁但係點解仍然要考第一咧？即有時會覺得考第一是我應該盡的責任咯。家人對於我即嘅學業咧都幾緊張，譬如有陣時我低咗少少咧，咁佢哋都會即刻買翻啲作業啊俾我做翻咯，同埋佢哋譬如到我考試嗰時咧，佢都好緊張嘅，幫我温習啊。如果平時我考第一咧就好開心嘅，咁但係如果考第三咧，佢哋嗰個樣都唔係即係唔係太開心咯，見到佢哋。即係我當然唔想見到佢哋咁失望啦。如果考唔到第一，我真係最驚咧，都係同學會即係俾壓力我咯。
今日就派成績表啦，我而家咧心情好緊張，因為又驚考唔到第一啦，會令到好多人失望。首先，我哋派張可權第一名嘅成績先，第一名係岑啟陽同學。第二是赖淑夏同学，第三林慧贤同学，差唔多 A 嘅呢度。啊？好难睇啊！得0.3，0.3。3.3都是他高一點咯，咁他考第一，我考第二，咁講出嚟個名次，咁就差好遠噶嘛。如果講俾其他朋友聽咁樣，好開心。意料之外，係。我諗住黎淑華。咁今次有冇諗住要即係保持呢個第一啊？唔知得唔得？要指點啊你，要佢先啦，佢考第一，考第一，指點啊你啊，我就多多指教，我多，我諗都係少少分，男仔好啲啊，咁上手都係0.5啊，咁都算多多啦。佢同埋同我講咧，考第二名覺得好唔開心咯，真係。喂，你唔好打字啊！一定会攞翻第一。哦，咁唔系咁重要啫，总之自己尽咗力咯，知唔知啊？妈咪唔系规定你考第一嘅，即系就算系考第三啊、第四啊，咁都唔紧要噶。第二咋？系啊，同佢争好少分啫嘛，0.3。系，五三，系啊，钟振宇同学有冇担心考唔到第一咧？冇担心过。点解唔担心啊？分数高就得啦，唔需要咁计较名次咯。我今年读五年级，由二年班开始我就考第一啦。当时嘅心情好开心咯，好惊喜咯，因为一年级都从未试过嘅，以后就冇乜感觉咯。即系冇第一次咁样嘅开心咯。原来年年考第一未必系咁开心嘅，可能因为冇对手，亦都可能因为冇起跌冇惊喜。中文咧，你中文上次几多分啊？中文一百。上次咧，咁上两次英文咧，上次英文100咯，咪100啊？上一次咋？冷静啲，冷静啲。你英文上一次有分啊？好差，唔多。一次咧就99，跟住就89，仲话差，跟住就99，咁咪好差。咁下次又唔可以69噶，系咪先？咁你有冇信心下次100分啊？唔知啊。保持第一呢个地位有咩秘诀呢？答案有啲老生常谈，不过相信系有一定功效。我都冇乜刻意去鼓励自己咯，平时教完啲书就读一次咯，温熟佢咯。做完功课温完书，咪睇下电视打下机轮咯。上次测验之前去海洋公园啊，后屘写咗落周记啊，阿 Sir 仲话你哋睇下你哋班咧，测验之前仲温书啊，去海洋公园玩添啊，咁样啊。即系成日考第一啦，同学对你个态度会唔会有啲唔同咧？会噶。可能好似会特别好咁咯，咁佢会唔会谂住追过你啊？会嘅，佢好想追过我嘅。咁佢点讲啊？我下次一定要追过你咁咯。
咁但係會唔會嬲咗你咧？唔會噶，會噶。成日即係話佢咁叻，諗住咧佢咧就唔好咯，成日或者好驕傲咯。但係咧後屘咧同佢熟啲咧，其實佢好好，所以咧就同翻佢咯。如果同同學嘅關係好，要保持第一嘅壓力就唔會咁大。你怕唔怕？即係如果下一次考唔到，俾同學笑啊？唔會嘅，啲同學最多都話：哎呀，鍾振宇啊，你今次咁樣噶，下次再嚟過啦，一定要追翻佢啊咁嘅啫。即係唔會笑你噶？唔會笑我嘅，唔會驚父母失望啊？唔失望噶。佢哋都會。唔会失望的。你怎知道啊？我一拎张成绩表回来，他们就说不要那么紧张啊，他们只是说不要成日考第一啊，成日考第一会有 很重的压力的这样咯。现在还紧张啊？还紧张一点，希望改埋他咯。即是轻松成点啊？你希望好似冇事發生過咁咯，好似平時一樣咯，當冇考試發生咁嘅感覺咯。有競爭就有進步，幾番努力終於超越對手，當然受寵若驚。往年咧就考全級第九，成日都好想考到第一。我哋老班以前考第一都係阿黃曉兒咯，覺得佢好叻咯，好多時都會做咗我個榜樣咯，會成日諗住啊幾時先至可以好似佢咁樣考第一咧？佢點解咁叻咧？諗住咯。有時或者會問下佢點解點樣温書啊，點解考到咁好咯？點解呢度唔啱㗎？It's hers， 佢係咪女仔啊？係啊。問先生問多啲咯，一唔見到唔識出句問先生温習。多數補習寫一段時間，星期六如果要測驗，都多數留喺屋企温下習咯。啲嘢明白咗。讀書有啲心機咁樣，咪覺得有啲考試容易啲咁樣。成日都好想考到第一。今次俾考到，所以咧好開心咯。媽咪都會開心。獎咗隻錶嘛，攞隻錶好貴啊嘛。如果要自己儲錢買，好耐先儲到啊嘛。行咗好耐，依隻錶而家拎到啊嘛，所以好開心咯。覺得自己努力翻嚟得翻嚟嘅獎勵咯，所以會特別開心啲咯。究竟讀西型啊，抑或西咩啊卡啊？係咯，應該型啊！西卡，我聽應該型西型嘅基礎啫。以前好少有人問我功課，而家多咗好多咯。佢哋又係認為我温書温得好，考試考到好先會嚟問我，話啊你就好啦，咁叻又考到第一，話。你究竟點温書㗎？覺得好開心咯！你已經考咗第一之後咧，覺得佢個人有冇咩改變啊？開朗咗啲，有自信多咗。考到第一之後咧，覺得好開心咯！未諗到會考到第一㗎嘛，未覺得考到咁難，考到第一都做到，好多嘢都應該會做到，咪有啲自信咗咯。唔自覺咁樣講啲嘢，有時候有啲驕傲啊，話自己好叻咁咯，或者知道咗邊度啦，咁樣再改翻佢咯。呢篇文章咧，第一句咧，驕傲冇好結果，不但係好多兒童故事嘅橋段，而且第一年嘅體驗亦都多少反映出呢句話係正確嘅。我由一年班、二年班、四年班、五年班都考第一，啲同學就會覺得我都幾叻啦。先生咧都會覺得我勤力學生啦，不過因住自己驕傲啦，所以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咁努力去追住人啦。考成點啊？差咗啲。差咗？幾好啊，咁多 A。點解你次次考真試都十幾個 A 嘅？佢啊，好怪喎、啊。
即係好難同佢做多朋友。唔知係咪佢咧平時咧即係唔點樣埋堆啊？平時其他同學都唔係太中意佢，成日淨係識得叫佢哋守紀律啊嗰啲嘢咯。快啲落班啊！係諗曬。嚇？喂，嗰、那個默書咧係聽日默定係嘛？聽日。嚇？唔好扮嘢啦！我都知道，一早都知道就鬆鬆聽日默噶啦。嗯，意思冇後日默嘅。係聽日默。快啲落班去。潘納特，你係咪經常都請教你啊？有時啦。咁、你中唔中意講俾佢聽？冇乜所謂。咁、你覺得佢對你有冇威脅性？佢啲威脅性反而冇下咗班啲咁大。驚唔驚俾人追過自己啊？有時啦，因為有時啲同學翻到嚟學校講翻。講翻佢，譬如佢琴晚温咗幾多書啊，咁同翻自己比下，覺得人哋快啦。咁或者做堂課嗰時又會，即係做堂課嗰時亦都會知道人哋快過自己啦。點知啊？都會見到人哋做完，但係自己仲未做完。咁、當時個感覺係點啊？即係譬如話聽到同學温書多過你，或者見到啲同學即係做得快過你，你當時個感覺係點啊？自己都覺得有啲醜噶啦，成績退步咗，主要個問題係懶惰同驕傲啦。讀書唔專心啊，温書温得少啊，做功課時會諗咗第二樣嘢啊，温書時又唔係咁想去温啊。希望自己快啲諗到方法，不如改啦。即係如果自己驕傲的話咧，就覺得自己叻過人咧，咁就唔會去努力。讀書啦，亦都唔會去追住人啦。咁如果謙虛的話咧，咁就會咁就自己就會去追住人嚟走啦，就唔會即係咁就唔會懶惰啊。我依家五年班，一年班咧就考过第一，但系我咧就觉得考第一唔系咁好，因为考第一咧就冇得越追越前，冇得竞争咯，就会跌噶咯。咁佢买虾嘅，有啲尝过考第一滋味嘅小朋友，觉得第一名系一种富贵，才用失马焉知非福。攞到第一啊！啲同学咧就鄙视你咁样，就会成日针对你咯。如果他们玩你走下去他们就会立刻离开咯。还有成日在老师面前中伤你咯。有一次呢老师叫我答问题啦，我答错了呢成班同学又在那笑咯。有些用故意咁大声咁笑咯。要考第一啊，那那些考第五六啊那些同学呢不会针对你咯，就一起玩咯，就开始针对那些考第一那些。考二三四年嗰啲都冇乜活动啊，觉得我自己嘅课外活动咧就会比起前几名嗰啲咧就会多啲咯。因为佢哋一做完功课就要读书，读完又读咁啦。我唔系唔使读书嘅，做完功课温习下咧，咁咧就有时间咯。我将嗰啲时间嚟参加啲课外活动，咁轻松下咯。波泳的左边，你右边，船左的走左，有没有问题？左边。我觉得篮球好刺激啊，同埋可以将生活上面一啲唔开心嘅嘢发泄喺嗰啲人身上咯。我打篮球都唔系打咗好耐，都系打了几个月啫。好荣幸咧，就攞到一个最佳运动员奖。嗰啲評判話我個 tackle 咧好咯，將會喺今年四月頭到咧就要去紐西蘭打波咯。得天獨厚嘅小朋友好容易學立雞群，有人妒忌。喺學校係咁，喺球場一樣並無可敵。隊友有咩反應啊？好似球先咁咯，妒忌咯。點妒忌法啊？就話我鄙視你咁咯。成班都咁講咯，咁你聽咗之後有咩感覺啊？幾難過咯，唔係好高興咯。
唔紧要啦，惯啦。有时真系校长咧，就喺个咪度宣布边个边个就会去纽西兰咁样，成班同学咧就嘘咯。咁咪变咗，即系你本来系想避开，即系俾人嘘嘅，咁但系而家都好似避唔到喎。系啊。咁有咩感想？咁啊，由得佢咯。当左耳右耳出咁咯，算数啦，由得佢哋讲咯，冇办法噶啦。一山唔有一山高，高处不胜寒。低落去下低啊！希望呢两句话可以引发起家长同仔女嘅讨论。赖猪，唔知嗰个唔记得咗。啊，三千万，四大之王啦，四大之王。OK， 我使用你嘅眼睛。系啦。今次攞第二或者是以前考过第三，咁再自己努力去攞得翻咧，咁样先至觉得呢个第一名系好要好珍惜同埋好珍贵呢一个第一名咯。成日觉得考到第一就一定要保持住咯，一跌落去就好难再考到上去咯。你会唔会羡慕第一名咧？而家？戥佢伤心添，佢冇得追嘛，同埋冇竞争啊嘛，会跌嘅咯。觉得自己点啊？冇乜觉得自己点咯，净系尽咗力就算啦。考第一嘅超然地位，往往成为建立友谊嘅阻力。有阵时候啲同学咧会觉得你考第一，有阵时就唔同你玩啦，有阵时会一班人咁样玩埋一齐，但有阵时就唔同我玩啦。我有两个二年级开始至到而家嘅好朋友啦，佢哋嘅成绩咧通常就喺15至20名之内嘅，咁佢哋咧就好由三年级开始咧我都系考第一嘅，期中考咧就有几次唔系考到第一，但系咧全年咧都系考到第一嘅，好开心嘅事，可以令到父母啦同埋自己咧，亦都会觉得自己真系好啦，同埋同学咧有阵时都羡慕我咁样咯，啲同学认为系好叻噶嘛，咁系好开心。有得亦有失，中意玩游戏机啦，即系唱卡拉 OK 嗰啲，咁我咧就中意睇书啦，我所以就好少一齐玩，同第二同埋第三名嗰啲同学咧。唔係太熟都唔會成日傾偈啦。第二個最叻係邊個啊？神仔啊！點解佢第二個最叻啊？天馬行空。今日你是派成績表的時間，首先呢就我要派全級第一二三四五名列前茅，成為學校頂尖門，第三好多家長的子女冇計，小朋友五個排名先後嘅排名，就算考第一亦都百般滋味。全班最叻係邊個同學啊？